我们要右转，要到了风师爷商场咯。先回陪哦。风师爷商场呢，就有金门最豪华的电影院金狮影城。我们现在在风师爷商场，现在要去金门的电影院看电影，这是风师爷商场，然后一楼就可以看到电影时刻表，然后留下的是商场，现在已经关了 ，7-Eleven 也是。我们现在要上楼喽。第一次来金门看电影。上楼到了。上楼到啊，门开啊。你一进来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哇，四个字写的“金狮影城”。一进来金狮影城，你就可以看到 F 厅 ，F 厅超级奢华 ，4D 杜比 7.1 音响，还可以躺着看电影，有54个座位呢。原进道路 ，F 厅是来金狮影城看电影的首选哦。现在在金狮影城，那今天是礼拜四的末日，然后这边是购票区。这边就是电影的贩售区，然后这边就是电影院跟食物。商品贩卖区，我们现在已经买完票。A 厅的话呢，我们会员价是260，有公餐。F 厅的价格跟 A 厅一样，然后其他四厅比较小厅的话，就是 B、C、D、E 厅，总共有六个厅。谢谢。我要甜的。现在在等我们的爆米花。甜的，甜的，很焦糖哎，来吃一下。260超划算的。我们现在要上去 A 厅看电影了。对 ，A 厅是超大的，走喽。Go！ 接着我们就要走去我们今天要看的 A 厅的场景，外面就是金狮影城的风景，准备在金门看电影。来金门一定要来金狮影城看电影，因为很大，都没什么人。这是我今天看伙伴的。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金门看电影， yeah, 期待吗？期待，超高级的，对，亚洲最大，亚洲最大，真的。我一进来我傻眼，你不要把它弄到地上好不好啦？我上来喽！哇，你就可以看到很高级，对不对？它的椅子，然后还有写4D 加。今天我们看的就是 A 厅 4D Plus 亚洲最大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牌子？亚洲最大 4D 全景声电影院，亚洲最大，巨幕到底有多？对，到底有多大呢？期待吧！很期待吼！会不会变成一部影片？会的。对，有来过金门，想过看电影吗？没有。可是金门电影院有两家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最高级。我最喜欢 A 厅的是它的杜比环绕音响，真的是超壮观的。然后呢 ，A 厅的座位图，我们现在的位置。462席，还有占位座位区，然后记得不能拍照录影录音，不然会触犯著作权法91条哦。私速列车，然后它有男厕跟女厕。先带大家看一下金狮影城的女厕。进来之后呢，哦，有一个大镜子，然后厕所。厕所像这样很多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厕所。然
挺干净的，可是卫生纸快没了。好，洗手台呢是这种给皂机自动的，还蛮大的。拿两个卫生纸，金丝影城的 mark。哦，我们要进场了，期待吗？期待。哦，来喽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，好扯哦！你看，他坐后面的，他们前面看不到。你们很夸张，超扯！快，我要拍个影片了，我没手坐哪里去？我们就这么坐，我们全部都可以坐啊！对啊，随便我们任君挑选。有没有很大一幕？有没有觉得吓到了？你要是要看一下，我们就是坐这里啊 ，M14到18哦。我们的座位太开心了。14在这里。我觉得上面剪比较好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这里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等一下包场了，看看坐哪一区就坐哪一区。随便放啦，反正。太不会管。14到18哦 ，Benson， 你坐18吧。哇，我们现在人在 AT 里面，今天我们要包场了。金门的电影院的好处就是平日来很容易包场。耶、yeah, ，这是我的伙伴们。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我们后面，这是我们前面，其实不能包场了，有其他客人，其他人来看一下哦。你看这个萤幕大约，反正都是超大的，然后它椅子是蛮软的，这种椅子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M 牌的角度是平视的这种角度，萤幕就在我的面前，所以如果你想坐高一点的话，居高临下，你可以坐 M 牌之后的位置。M 牌 P 牌，坐一下 P 牌给大家看，倒数第四排的位置。坐 P 牌的位置有居高临下这种感觉，其实也蛮舒服的。可是我是觉得坐 N 牌的比较舒服。整个戏院像是这样子，非常的大。超大。可以原谅我自己。站在的座位区。武汉肺炎初级本官一直蛮苦不堪言。我们今天要开始的。最有名的，知道吗？是王爷鸡。王爷鸡现在长得肥肥胖胖的。Hello， 中基影城。Hello， 王爷鸡。Hello， 王爷。王爷鸡的由来呢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土地公庙，所以他们就是鸡割血一刀，然后他就可以逃离被吃的命运，所以大家都会守护着我们公司爷商场。嗨嗨，嗨，王爷鸡 ，hello hello， 王爷鸡，你长大了。他的鸡冠啊，出米了，拜拜。